啊，你睇下，本身呢一架咧系16座嘅小巴架，而家就更换咗19座。但系你话吓，个座位咧就系同呢个座就系、是、呢个型号座位一样嘅喎，佢用翻新型号嘅丰田小巴嘅座位设计噶。但系咧，佢呢个样咧仍然都系维持住噶，系啊，吓座位搬之前唔系咁，而家更换咗好似呢个型嘅座位啦。